这汤好喝吗？我尝尝。这也太难喝了吧！你也别喝了。 我本来想做一锅好汤请你喝，因为我这两日暂时不能来看你了。你有事？我再给一个嫌犯代宿，得把他从幽州节度使萝莉的手中救出来。我害怕我做的不好会让乡亲我的人失望，也害怕我口中的惩恶扬善最后会变成一句空话。如果是你做的话，那一定可以。 别人做不到的，你都可以做到。为什么？之前每次上公堂，都会有人质疑你、反对你，觉得你做不到，但是你都做到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汴州不大。那他们一定都在传我的闲话吧？没有。 那些平民百姓听了你的事，都夸你了。因为有你，即使他们遭遇不公，也有缘能伸。因为你做的那些事情，与他们的生活、性命都息息相关。有人主持正义，他们才能活得像样。那些心存苦水的人，他们都对你心怀感激，你应该感到开心才对。 我知道了，萝莉有什么可怕的？等开堂那日。